四号高国豪，六号克拉，排出的先发五人名单：冯成军、萧顺义、李佳瑞、克拉、艾夫伯以及高国豪。重新组织一个，克拉在低位要求，具有身材的优势。达米哥，国豪在外围两次传导之后，球来到佳瑞的时候，篮底下今天失误是比较多的，所以让工程师多了很多转换攻击的契机。艾夫伯。外线出手偏，进攻篮板，米歇尔拿到篮底下缴获之后，只是电子头啊、哦，对，那这赛季电子就拆掉了。哇，艾夫伯的第四个三分球啊！眼睛敲起来，国豪用眼神做假动作，再交给国勋。进攻的队形上或防守上做一些辩证啊，左为马枪，再交给外面的投石机。这一个 pick and roll 之后的 pick and pop 的一个 snake 穿哦，然后再捕捉这一颗命中之后，这是明星的一些得分啊。来到底线，这一次传球出现失误，高国豪把球抄走，一个地板给球，艾夫伯再塞篮底下，萧顺义左手上篮得分。这是他非常擅长的打法，冲抢再暴扣，啊！裁判说翻球为例。那今天高国豪打的也是很闷哦，到现在在进攻端哦，这个看到了持球已经有一个翻的动作了。萧顺义一样面对陈退的防守，球交给高国豪，国豪才45度角命中，国豪跳出来了。对，那场太客气了，可能都把球权让给艾夫伯了。这个球好压迫啊，哇，直接上身体斗肩舞，3500给我跳起来。对，这个就是他的想象啊， logo 的这个看前一波的 pick and roll 之后的跳投哦，那在 logo 的部分啊，威霆没有强势的冲过 logo 的这个区块啊，反而好哦，哇，交给克拉外线出手命中。中队这边就是想办法把克拉还有国豪这边的进攻点给停住。哇，说着说着怕出来的克拉又一个很好，还有8秒钟可以做发动。迪迪外线出手，直接让迪迪给滑了下去，出现失误。高国豪在前场左手上来，哇。球交给小丽，高国豪的防守，这次成功阻挡下。